下来今天的商圈好好玩，要带大家到新北市的平溪商圈体验制作天灯以及放天灯的乐趣。为什么这边地方有这么多的那个灯？请当地的天灯达人来告诉你。好，林市长，哎，好可爱哦！你可以帮我讲一下这边平溪的天灯为什么这么有名啊？哦，这个平溪天灯因为好玩嘛，哦，那个天灯现在演变成有很多很多的颜色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造型的天灯。我们往前走就石门老街，哦，然后再往前走会到石门旅游服务中心，哦，还有石门瀑布。啊，好精彩哦！那听完真是迫不及待要一起去商圈Go。什么地方啊？哦，那个好玩的，那个还没开始玩呢，啊，要先来做功课了哦。这边是旅游服务中心啊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哦，那我们先进去里面看看资讯，对不对？ Okay， 不然会迷路啊。旅服中心有提供不同语言版本的简介，还有平溪完整的地图哦。我跟 Johnny 做完功课之后，发现后头有一座很美的吊桥，桥底下的美景让我们惊叹连连。欣赏完让我们赞叹的美景，更惊艳的还在后头。等等，台湾最大的帘幕式瀑布 ，I love it waterfall！ 哇，哇，有彩虹耶！哦，就这样 ，I'm hungry。啊 ，hungry 是什么？一把豆芽啦！肚子饿了，来带你们到好吃的餐厅，在地的平溪的箭竹笋。谢谢你，太好吃了！吃完美食，我们要来玩天灯了。阿妈，哎，来哦，刚刚那走哦，那个天灯第一张哈，到第二张，一定要两座山连的话，你就把浆糊哎沾着，沾多一点，就先用点的点点。我要姻缘粉红色，所以要很快。啊，可是我想那个呢，哪个赚钱的先？赚钱的给你啦，来台湾多赚一点钱，钱要用钱，爱情才会顺利。干嘛点点点？点点点，秘诀就是点点点点点点点。天灯做完了，重头戏来喽，要许愿了。弟弟，还有一些东西，我想跟你讲。什么东西呀？那我害羞的。对，有，真的有，这个是我的秘密哦。我也有写一些东西给你耶，我可以看吗？紧接着，我带着 Johnny 来到这栋天灯造型的派出所。Johnny 惊喜，开心的，你的愿望耶！你希望来说的，你看我的也在上面吗？我写的是。迷失新闻黄静莹杨伯爵新北市采访报道。